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Hey，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游戏叫做布雷肯 Breaking， 布雷肯 Breaking， 布雷肯 Breaking， Wow Story。OK， 不闹了。它是一个最近 Roblox 还蛮红的一个剧情类的游戏。这游戏好像是它的故事背景好像是发生在 Jailbreak 宇宙里面，因为你看这张图片，这后面应该就是 Jailbreak 警察局吧。它的故事好像就是说坏人跑出来了，然后正在这样子到处骚扰各种 Roblox 游戏，然后他们的领袖就是这个站在卡车上面的这个疯子，他叫 Scary Larry， 恐怖赖瑞，看起来很恐怖吧。我们的目标好像就是不要死掉哦。Choose a role， 我可以选择当小孩或是成人。他说小孩比较简单，适合新玩家，成人比较难，要保护别人。那我选成人好了，然后选择保护者，可以拿棒球球棒。OK，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随便乱换了我的 Roblox 外观嘛。然后我现在的外观是一个正在开着坦克车的 Noob。我们来去上卡车吧。我不是你爸好不好，不要随便认爸爸好不好，虽然我们长得很像哦。我们现在来到一个白色的屋子。 Hello， welcome to your new home。 OK， 我的新家。 There are snacks hidden around， they restore energy。 哦，左下角我有能量条，然后吃食物可以补充能量条。 Explore the house， click on things to interact with them。OK， 拿苹果，我有苹果了，好棒哦！100分的游戏啊！有人找到地下室钥匙，有饼干呢，所以先探索一下房子吧。还可以出去哦。不过我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食物，食物应该就是拿来补充体力的。为什么我家是 low energy？ 吃苹果，吃饼干，补充一下体力好了。我还有一个棒球球棒，应该就是拿来打坏人之类的。他们都在挂机吗？你们在干嘛 ？Hello， 我的儿子，揍爆你！二楼为什么有一只猫？Hello， 可以碰他欸。喂喂，我被猫刮了，我可以打他吗？把他杀了好不好？开玩笑开玩笑。他先攻击我的好不好？好啦，不要闹了不要闹了，怕我讲错话，然后动保团体又生气了。不要再叫我你爸，叫 I'm not your papa。 Papa， I'm not your papa， OK？ 听起来好不负责任。Take a seat at the table. Dinner will be here soon. OK， 我这刀疤是留在这边永远的吗？他最好不要再说 Papa 了，好不好？天黑了，然后我们准备吃晚餐了，对不对？我刚刚记得他们说准备可以吃晚餐的。有人敲门，送披萨的。It's the pizza delivery man. OK， pizza time.我们没给他钱，然后他就离开了，太棒了。Some size of pizza appear to be bigger than others。他说大小不一吗？为什么拿那么小的？不公平！这是奈米披萨吧？来看，我刚看到那个女生拿超大的，我拿超小的，我的鼻孔都比她大。你有看到我的鼻孔吗？在这边，都比这披萨还大了。What happened to the lights？ 突然就停电了，大家都在这边看电视是不是？有紧急新闻。14秒后播。I'm scared。怕屁呀、啊！我们会保护你的，放心，好不好？打爆！他有六块鸡，你真的不用怕，好不好？你有六块鸡，好不好？好，你不要再打我了，好不好？有什么新闻吗 ？Emergency broadcast。This is not a drill. I repeat, this is not a drill. The purge has begun. Videos on the 坏人跑出来了。Villains destroying Roblox。 哦，他们在破坏各种 Roblox 游戏。我希望他们去破坏 Tower of Hell 地狱跑酷塔，我不喜欢，好不好？去破坏那个游戏。Extremely dangerous， 他们很恐怖。他们的带头人是 Scary Larry， 恐怖赖瑞。我们在这边很危险，感觉。It's bedtime. Sleeping will give you energy. Go to bed。不是坏人要出来了吗？你确定是个好时间睡觉吗？睡着了，妖兽嘞！所以我们现在要打爆他，打爆闯入者，擅闯民宅的，去死吧！打爆他，围殴他 ，Yes！ 白天了，
The blue room was attacked last night. Everyone survived. 我们就是蓝色的房间了，大家都还活着，太棒了。粉红色的房间也被攻击了，然后大家也都还活着。这坏人有够废的。我们都是战斗民族，打爆你！你敢再叫我爸爸一次，我就拿这个球棒塞进你的嘴巴里。我告诉你，我们要先把那些房间的窗户跟门都把它补好。哦，原来补窗户就是这样子，乱塞一通。这边还可以再塞。哇哦，这笔电上面写什么 ？Security camera to online city views。哎，可以看监视器哦。Find the light switch. You have 20 seconds. Jump to quick. OK， 我要找到蓝哦，找到，这是什么小游戏吗？找到开电的电灯的开关的地方。OK， 找到了。Wow, it got left too fast. There are 3 pieces of pizza left over. 他说会给随机给披萨给三个人。Has turned on the basement light. 哦，我开启了地下室的灯诶，我刚刚用监视器开启了地下室的灯。Cool. Pizza time. 怎么又？又停电？哎，想吃披萨吗？不给你吃，哈哈！不给你吃，哈哈！不给你吃。我要先闪了，我要先闪了。Get to your rooms. Go to bed. Protect your friends. OK. 我的房间应该没有人闯入吧？没有哎，太棒了 ！Woo. The pink room was attacked last night.大家都活着，到楼下去看窗户跟门，小心。OK， 地下室的门还是开着。我想坏人就在下面。为什么坏人要到我的地下室？他们听起来很巨大，快点藏起来。哦，我以为说要去地下室，结果他说我们要藏起来。OK， 我可以藏在哪里 ？Oh my god， 我跟这么丑人藏在一起。哦，是 Scary Larry 恐怖赖瑞耶。我这时候出去应该就会被他杀吧，我还是不要耍笨好了。嘘，我会安静的，放心，不会比他的脚步声大声的。OK， 他感觉上楼，我可以出去了吧？不要，我还是不要耍笨好了。现在赶快去 basement 吗？但是我还想看食物哎，给我食物啊！这游戏他不会补哦，这个我以为橱柜是会补食物的。地下室有苹果，太棒了。坏人不是去楼上哦，有人死掉了 ，no， 垃圾，他们想要闯入地下室，赶快守住地下室。哎，你们加油吧，兄弟们，我要吃苹果了。好，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守住地下室。还有谁还活着？现在只剩六个人了，我还是付出一下心力好了，打爆他啦，我们人多了，霸凌他了，好不好？他闯入擅闯民宅，踩爆他。哎，打一下就闪，打一下就闪，嘿。偷袭太多人了吧？有人是挂 ，Oh my god！ 有人挂掉了，这不真的不是在闹的。我们要挂掉，我要挂掉，我也要挂掉了，太棒了，太棒了，我挂掉了，太棒了。OK， 各位，我现在回到我刚刚死掉的地下室片段了。而且这一次不一样的是，我觉得我的队友这次都还蛮厉害的。然后我这次选择了回复别人体力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回复别人体力，超棒的。然后也可以拿武器，你看我这次这回合有超多食物的，而且现在是满的，因为大家都是几乎都选择这个角色，我可以回复别人，然后大家都互相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回合的队友很棒，很有赢的机会。然后我记得哎，这边有钱，先拿一下。我记得还有什么 code， 对，就是箱子这边那个 code 1817，我先记一下。这个 code 我们等一下可以用得到。They're trying to break in， 守护地下室 ，OK。然后我建议你们攻击的时候开 shoot log， 这样比较好瞄准坏人，像我这样子锁定那个我的方向这样子。然后不要像我上局耍输啦，我们应该要团结打爆他们才对。你团结，其他人就会跟着团结，好不好？就像这样子。大家团结一致，让匈奴绝望。OK， 小垃圾，在 Jailbreak 世界里还敢来闹啊，好不好？你看大家都超团结，你知道吗？我觉得超棒的，团结我们才能够获胜。加油，奥利给！我现在可以到楼上去输入代码吗？我不太确定，我有点怕，不行。You need to keep this code closed. OK， 我现在不能开启地下室的门。是 Scary Larry 来我家到底是干嘛 ？Head out the basement， OK， 我们现在去输入 code， code 在保险箱在藏在各个画中，有可能你要自己去找这样子。1817输入下去，哦、oh, ，可以拿到可乐啦，有时候可以拿到钱，有时候可以拿到可乐。我现在有超多食物的，
然后现在就是可以让我们去 Grocery Store 杂货店。你看右边说我找到可乐了。The neighborhood is destroyed and there is ice all over the road. 我们不能碰到的冰会扣我们的鞋这样子。好，这是杂货店，我需要100元。看谁要买这个，这个是那个可以做派的那个锅子。然后再买个这个泰迪熊好像可以让自己变隐形，我觉得还蛮酷的，也买一下好了。我现在剩20块可以买什么饼干，那就买了。把钱都花光。Good job grabbing surprise at grocery store. I think we will order pizza for. 哈？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可以叫 Uber Eats 跟 Food Panda 吗？那我们还买食物干嘛 ？Open? No. 该不会等下开门的是坏人吧？因为我刚刚在玩没有录的这段期间，这个 Indo Police 他说他已经破了，然后他很强这样子，他很强，然后选小孩，我真不懂，小孩不是简单的吗？Do not open the door. 我不会开他的。你看，我们这一场的玩家们都超团结的，超级团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团结的人。我们没有开，我们没有硬门，然后他自己开起来。我们根本没有开，他还进来，好不好？这游戏没有双重结局吗 ？Defeat the pizza guy. 哇哦，他在旋转的时候，我们不能打他，我们要等到他头晕的时候。转完之后，我们才能够围殴他，好不好？打爆这个小笨蛋。OK， 这时候要逃，不然会扣到血。打他，趁他在头晕的时候就可以打爆他了。打爆你！大家团结一致啊！他怎么这次回复变快了？欸，他会不会上楼啊？妖兽，差不多要晕了吧，兄弟？给他最后一击啦！打到他，打爆他 ，Yes。然后这时候来救别人一下，看谁的血量比较低。大家都很 high。这个人 very low， 然后说现在要回去睡觉。We are going to escape the house tomorrow. OK， 我们要打败 Scary Larry， 恐怖赖瑞，加油！大家都要攻击，大家都不要混，不要耍输啦，好不好？我们团结一致，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不要像我上个局耍输啦战术，这是我的经验，你知道吗？你真的不能耍输啦战术，你打，其他人才会打，你不打，大家都不打，好不好？蓝色房子昨晚遭到攻击，大家都活下来了，很好。这警报声，我们应该差不多逃离这房子。An alarm is going off. Go outside and check it out. Be careful. 这是什么？坏人特别来到杂货店抢杂货店。Scary Larry， 他走路有够恶心的。Scary Larry is coming this way. We need to escape now.很有戏剧效果，这慢动作走路。Find the sewer, I'm sure we will be safe down there. OK， 去地下道。这时候还不叫警察，这时候我们反而到地下道。Hello, Scary Larry. Hello， 走好慢啊。我们其实可以慢慢慢慢走，你知道吗？他走超慢的。左上角有人写阿比，刚刚很强人，所以我们现在来玩阿比哦，是不是要跑酷了？The sewer is flooded. 什么声音？然后现在地下道突然就干枯了，我们现在可以跑酷过去。哦，有人溺水了，哦，有人救他了，所以我们可以救掉他去的人，只是好像会耗掉我们一点体力。哦，他要溺水，不过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救他，很好。不要再溺水好不好？这跑酷没有那么难啊。这个 Angel is now 已经溺水了大概5次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玩的，他是用脚趾头玩他的 Roblox 吗？为什么这跑酷可以死这么多人？这跑酷名就很简单。Boss 感觉要来了，拿起我的扫把，打爆 Scary Larry 的脑袋。Run！ 我可以跑去哪里？这边没有出口啊，大哥。Scary Larry 呢？哦、oh! ，他现在有高地优势。Hello, my name is Scary Larry, and up till now you have been playing easy mode. Luckily for you, that's about to change. What's the role without some storms?这是什么意思 ？Strong 是什么意思？啊啊 ！OK OK， 我知道怎么玩了，不要踩到红色的地方就好了。我这好快哦。OK OK OK， 可以啦 ，Scary 啊！他的节奏还蛮快的，你知道吗？结束了吗？拜托，可以停下来吗 ？Scary Larry， 恐怖 Larry， 他要去哪里？You're making me extremely angry. 啊 ！OK， 他现在 OK， 他现在要来就是
这只奔向我们，大家血量都还 OK， 都还是 high。我吃个饼干好了，还好我们人多，他感觉比较分散攻击这样子，大家比较安全。小心！哦哦，我感觉他损很多血 ，No charge left 啊！所以我现在不能补别人血了。他家停下来，赶快打他！有人打到我哦，他有三条命这样子，他现在只剩两条命了。他现在要干嘛？跳上去吗？他跳跃力还真好。I don't feel like fighting you right now. Fight them instead. OK， 他现在要派他的小弟来揍我们。加油！大家打爆他！我现在已经没有急救包了，我觉得现在要来刺激了，要认真 mode 了。大家要团结，都要打他，好不好？大家都要付出。很好很好，我们团结的时候，你看，果然我们就可以打爆他们。呼，赶快吃个披萨。还好我这边很多食物。Time to handle you right now, myself. OK. Oh my god. 准备好我的扫把。有人在淹水，你怎么跳下去了？小心啊！啊，要捡30滴血才能救他。好，我救他，我选择救他。虽然会损我30滴血，但是我选择救他，好不好？要白配我救你。他家只剩一条命了。You're all making me extremely angry. 小心，不要死，最后一回合了。OK 的啦，赢了啦。好不好？我给他最后一集，我打败 Scary Larry。Yes， 我把他打爆了，秀肌肉一波。You did it! Scary Larry has been defeated! Hell yeah! 有人要告诉我这个梯子是从哪里出现的吗？ Someone lower the ladder. OK, 有某人把梯子用出来了。我得到一个徽章， You win! 看起来我是赢了。You survive! Congratulations! More ending coming soon if people enjoy the game. Ha ha! No! Yay! 他们被警察逮捕了，被 Jailbreak 警察逮捕了。所以他最后目前就只有一个结局啦，然后他作者说如果更多人喜欢这个游戏的话，他就会创造出更多结局。我相信他之后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结局，因为这游戏目前还蛮热门的，在 Roblox 这样子。OK， 各位，那我看是差不多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啦，希望各位喜欢我今天的 Breaking 这个游戏。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帮我点个喜欢，让我有更多的动力拍出更好看的影片。不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订阅，让我知道。那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 我是又干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